像青蛙卵的珠子。色素任意颜色，量杯、烧杯、海藻酸钠、乳酸钙、搅拌勺、取样勺、滴管。取两勺海藻酸钠放入量杯中，取六勺乳酸钙放进烧杯中，量杯中加入60毫升温水，烧杯中倒入约250毫升清水，不停搅拌，直至乳酸钙溶于水中，乳酸钙溶液重新变清澈。向量杯中滴入几滴色素，搅拌至海藻酸钠完全溶于水中，这个过程需要较长时间。管吸取海藻酸钠溶液，滴入乳酸钙溶液中，实验原理，海藻酸钠与乳酸钙中的钙离子接触后可以生成胶体，具有很好的稳定性。向海藻酸钠溶液中加入不同颜色的色素后，滴入到乳酸钙溶液中，可以得到不同颜色的小珠子哦。